来台湾面临到人口少子化之后，那么老化，那么很多工作可能公部门的负担也越来越重，所以这个代理民间的志愿的服务，那是一个现阶段我们要事先要配置布局的一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公部门的公务人员、老师，那么都在投入这样的工作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所以谢谢两位。